小本愿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小本是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上有这个说法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以少善根、少福德、少因缘，这个去不了的。这三个条件，善根福德都要多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要全心全力培养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就是对了。取得往生的条件，这一生没有遇到无量寿经，没有遇到经中，那就不说了。遇到了，这还得了吗？本经后头有一品，如品得宝啊，这个比喻的好啊。我本来是贫穷啊，没饭吃了，现在得到宝，你说多欢喜啊！这个宝是无价之宝啊，一生受用不尽呐。我们无量劫来，逃不出六道轮回，在这个里头受苦受难。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，可以永远摆脱六道轮回，去成佛做祖去了。这不是一般的宝啊，什么宝都不能跟这个相比。我现在得到了，我得要好好把它守住啊，我要有成就啊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培养自己的善根。善根是什么？世间法的善根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三善根。世间所有的善法，从这个三个根生的；所有的恶法，是从贪嗔痴生的。所以贪嗔是叫三毒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叫三善根。那么净土的善根是什么？真心，真想到极乐世界，我真的愿意去，我真念这句佛号，我要珍惜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不要放过。不念出声音没有关系，心里头佛号不能间断呐。除佛号之外，没有杂念的。为什么呢？什么念头都是假的，什么念头都障碍你往生。我们功夫要纯，功夫要义。纯义就决定的生。搞别的干什么？时间浪费掉了，精力浪费掉了。往往造许多罪业，自己不知道，自己以为是好事。细心去分析去观察，全是罪业。信愿持名是善根，信愿持名是福德，信愿持名是因缘。这个理跟事要懂啊，通通归一了。世间之事随缘不攀缘。有这个缘要做，没有这个缘别去找。一心一意就念佛。
啊，我们今天了解知道如何拯救这个社会，如何救人心，如何化解灾难，我们知道啊，知道不攀缘啊，有这个机缘呢，我们把这个告诉大家啊，我们年岁老了，没有体力，没有精神啊，我们没办法去做，我说给大家听啊，有年轻人有发这个愿的，有这个条件的，他们去做啊，我要不提示他，那这是我的错误，我要提醒他啊，他们做不做，众生的福分，真有人做，众生有福啊，啊，没人去做了，众生没有这个愿嘛。啊，可是念佛一定要常常劝导大家，哎呦，这个太难得了，真难得啊，这一部经真是宝，宝中之宝啊，本来是纯净五种缘一本啊，下联就把它汇集纯净再提炼啊，变成经中之经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经框释迦牟尼佛提供的，冶炼下联去做的啊，为我们解释华严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，这就是这个注解。这个注解是用193种经论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的大量资料啊，我们受益了，受益要报恩呐、啊！报恩怎么报法呢？每一天我学了跟大家分享，这就是报恩，报佛恩，报下联句提炼的恩，报黄念祖老居士提供这么丰富参考资料的恩，报恩。善根福德因缘不能疏忽啊，一定要非常重视它。